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材料科学的成熟，潜艇能够神出鬼没地在水下运行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广泛运用。例如可潜伏在深海之中，出其不意给予敌人致命核武打击的潜舰，可用于海洋生态研究、海底勘探、科学侦测的考察用潜艇等等。地表70%的面积覆盖着海洋，海洋与现在国家的国际地位、经贸、国防、生态环境、能源息息相关，因此经营海洋权益事关现代国家的生存与发展。可以想见，造船工业以及相关的科技实力更是海权的重要基础呢。海船从这个中船建立到现在啊，我们已经盖了大概680多条的那种大型的货柜船，另外还有116艘的军舰。就因为有这个军舰，台船除了一般的这种企业的这种责任之外，它增加了一个国防的责任。现在我们台船又介入了国造潜舰，所以台船多了一个国防国安的责任。台船完整先进的船舶科技是整个台船团队共同奋斗的成果。现在目前政府最重要是潜艇国造，那潜艇的建造设计跟水面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其实我们最需要的、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人才，真的就是希望说对这个造舰事业有使命感，希望以这个当作他的人生的事业发展的年轻人。够踊跃来投入，因为这个事业是非常长远稳定。每艘船都印记着造船人的心力与热忱，承载着乐观进取与愿景。而船舶工业的发展，打开了我们徜徉大海、求生求发展的广大格局。